私底下我觉得我是一个不知道该怎么形容的人吧，因为我觉得我时时刻刻会随着各种比如说天气啊各种情况变吧。其实我是一个挺感性的人吧，但是也没有那么感性。我觉得我有一点点，只是对表演有一点点感觉而已，就是喜欢。有时候比如说看完剧本之后会很有感觉，但是我觉得我没有天赋吧，我觉得还是需要多努力吧。我觉得拍戏对我而言最辛苦的就是这个吃不好睡不好吧，但是我觉得过程虽然艰苦，但是结果每次都会让我觉得有一点点成就感，为我自己开心，因为又完成了一部作品，我就会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。我觉得过程我觉得我磨砺了自己，然后结果让大家看到很开心就够了。